大风吹，吹有后悔的人。大风吹，吹有遗憾的人。这出《转角遇见爱》舞台剧是定内国中参加基隆市学生创意戏剧比赛，荣获舞台剧类国中组特优的作品。与 This Is Me 结合，分享每一个转角都会是一个新的开始，珍惜每一个还来得及选择的故事。孩子们还融入 Beatbox， 增添舞台剧的音乐张力。这个团队对我来说真的意义很重大。希望之后，如果我能把这个东西发扬光大的话。但是把它推广出去，让更多人看见这个演艺。感谢社团及消导给予的力量，校方将得奖的作品带进社区，也参与中原祭的演出，还进入校园，让大家感受戏剧的魅力与剧中要表达的能量。转角遇见爱的戏码感动了所有的评审跟观众，获得非常好的一个成绩。而这样的一个成绩呢，也让学生们呢有机会到社区去进行很多的展演，还有到其他的学校去做一些分享，让大家感受到戏剧可以震撼人心，可以触动人心。戏剧其实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从戏剧里面我们看到了台上的演员，也看到了内心的自己。每一个梦想都是在挫折悲伤中勇敢地坚持着，选择将阻碍变成疼爱，让每一个转角成为新的开始，珍惜与创造每个奇迹与转机。记者蔡小军，基隆报道。